很多人都说宠物陪伴人走过高低，我都很同意的。嗱，等我介绍下先，陪我走过低谷的咧，就是呢对白燕姊妹豆豆同埋 B B 啦。好多人都话眼睛上面有两个小白点的佢哋，好似柴犬噶。大约在两年前，我因为工作而受伤，腰对落的位置几乎喐唔到咁滞。嗰时其实都几灰噶，有谂过我系咪呢一世都唔可以正常咁行得翻呢？不过我就话可以唔出街啫，佢两个就一定唔得啦。复康嘅日子，我都系撑住拐杖，一个人拖住佢两个落街。有时街上面有人见到佢哋两个，又会上前同佢哋玩，而喺后面拎住拐杖又拖住条绳嘅我，就十分戾气啦。虽然每次带佢哋出街都好似打仗咁，但亦因为咁，我都变相喐多咗，运动多咗，慢慢行得好咗。到而家，虽然唔系 100% 好翻晒，但已经唔再需要撑住支拐杖啦。我真系觉得，如果冇佢哋两个，我未必可以好得翻。而家谂翻转头，嗰段日子我哋互相陪伴，或者佢哋未必明白，原来出下街都可以有咁大意义。但对我嚟讲，我哋一齐行嘅每一步都系跨越紧一啲障碍，一啲挑战。同时间都是建立紧我哋之间嘅感情足印。我知道呢啲足印喺呢一世都唔会消失嘅。